汪峰的大瓜来了，他的前妻葛慧杰爆出汪峰连环大瓜。第一，汪峰是赌成性，当年他尚未成年就怀上了小苹果，在她怀孕期间，汪峰不仅没有尽到做丈夫和爸爸的责任，还经常去澳门赌博。第二，汪峰营造的人设都是假的，镜头前都是伪装的，表示汪峰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爆出章子怡和汪峰真实夫妻状况，说汪峰喜欢大长腿美女，和章子怡只是形式夫妻，但这瓜是真是假，我们无从得知。对此你们怎么看？